Hello，大家好，小庄，这台银色的金泉顺今天来提车了。哦，这前杠真结实，这个哎呀，我没想到这么结实，相当有安全感。它起啥作用啊？我追别人，我车啥事没有，别人惨不忍睹啊，这就这作用。牛头杠，还有尾杠也是。对呀、啊，两下就上完呗，嗖嗖快。你问问你大哥来自哪里？大哥，你来自哪里？新疆克拉玛依，听见了吗？新疆好远。克拉玛依多少公里？4000多公里。4000多还行，听着挺远，实际不远。妈，4000多公里还不远啊？但是跟我老家安达挺近的，一个半小时到了。哦，老家是黑龙江的，安达的。你看有人看着我的时候，我这干的老细了。哎呦，是吗？那还得盯着呀、啊。还得盯着，不盯着可不行啊。这不行啊。就是你说我买这车，真的要我前面一直在感慨呢，真的要是买个大通 V90，我这个价格可以买顶配了，是吧，大宽？对呀、啊，你前面不是整的，就是那个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我看了一下，我哎呀妈呀，那简直，哎呀，跟我这价格差不多，后悔了呗？不是，但是我就选汽油，没办法，就相中汽油了，就是不要柴油，就不要柴油，就唯一的选择就是汽油，一下就限制死了。真的没办法，看看，不是咱说吧，一路视频就来车，嗖嗖的。哎，你这咋的呀？刚睡醒没啥劲儿。你这不有技巧的吗？先摁进去一侧，完再摁进去一侧，我都知道了。刚睡醒啥都不知道吗？来，你摁一个来。啊？你试试。我只是知道了，但是我摁不进去。试试。哎呀，不行啊。我也是刚睡醒，可能。哎呦，拿个小锤不行吗？那拿小锤砸大哥的牌子，人能干吗？你看，你不是强迫症吗？你不得是正常朝上吗？这是刚才他自己断的。又来电话，这一天电话没。我看我这个我能不能按你。喂，你好。大坤这一天呢？哎呀，哎呀，看到铁路桥了吗？哎呀，不行了。好呀，没啥问题啊。拜拜。哎呀，我还找你呢，我得录个短视频呢。新泉顺自行车，小车是不是？你瞅瞅，新泉顺自行车啊，天那个不是天津了，新疆大哥啊，在这订的车，完事了。一路顺风，一路平安，必须得发个，还得整个小视频，必须的。好的了。祝新疆大哥用车愉快，宿营车完工。你看咱这小词儿，出来就来。这个车是克拉玛依。对。我要再改两天车，我就把这个中国地图这些东西认全了。嗯，本身上学的时候地理学的就不好。是啊，人家说哪儿不知道，我没去过。嗯，这回知了，新疆还有克拉玛依，新疆有喀什，新疆有这个哈密，这都是来改过车的。是，还有两个新疆得有4-5位朋友了吧？挺多，对吧？这个是我看啊，这个大哥今天说了一句话非常好，他全车里面家具都做了，嗯，然后他没改电，嗯啊，但是他来了一直很客气，然后那就。表示一种这个相对来说稍微愧疚一点的心态，为啥呢？意思大坤，你看我在你这订车，然后我也没改电，然后只干你这木工活了。完了那个大概那个意思，人没明说，但是反复的很客气，就意思好像你就是没让你赚着电的钱嘛。对对，没在这消费那么多。对，然后我就反复那时候说没事，你改啥都行。嗯啊，然后大哥今天就说一句话，大坤，我就非常喜欢你这点。如果说我要上别的改装厂呢，他肯定会跟我说没有电不行，不能做，怎么怎么样。嗯，但是到你这儿来之后，你说。做啥就做啥，那肯定，随便，车主自己说了算。是啊，今天大哥这句话说的我这个，好的，挺舒服，啊，过飞机了。对，咱这要不是过火车，要不然就过飞机。一路视频就海陆空嘛。嗯。哎呀，行吧。新泉顺宿营车选的银色的，嗯，全车做的实木家具，然后没改电。是啊，整挺好。他咋不改电呢？那他现在没退休，那肯定使不上呗。错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可能就是
因为人是大学老师，可能对这个电器啊这些东西很专业，自己改，对，很有可能回家就自己动手了，但人没明说。我的老天，明白吧？啊，明白了。所以说呢，有些东西呢，咱们都是看破不说破，啊、还是好朋友呗。就好朋友肯定是一直好朋友，但是人家自己改电，人想自己回家改，咱们不管他，嗯，对吧？嗯。但是人家也没直说，人说过两年大坤回来，我退休了再改。那如果是那种情况，咱们举双手欢迎；如果不是，等下他自己改，那咱们也是赞成的。那咱也无所谓。对，你想做啥就啥，主动权在车主手里。为啥呢？对，因为钱是车主花的，嗯、你说咋整咱就咋整。咱是私人定制。对，看咱现在这些车，是，嗯，两台驾机，无缝衔接。刚才我还修了一台 C 型房车，是吗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啊，嗯，一个 C 型房车打电话，你好，我有个那个车水泵坏了，因为它不是咱粉丝，没见过，嗯，水泵坏能不能修？还漏水。我说等你来吧，来了之后呢，然后卫生间我给他打的胶，发现漏水点，然后给他处理了，啊，简单修了修，还有纱门什么的。嗯。修完了之后，他说多钱？我说不要钱了。最后我来了一句，啥？你猜？嗯。欢迎你们来黑龙江玩。哎呦我。哎，你看看这格局。我这句话好像在哪听过。这格局，完了直接就是非常感谢啊，湖北武汉的，啊，嗯、非常感谢，开着车就走了、嗯。你看咱黑龙江人这格局就完了。可不是呗。啊。行了，不说了，就这样吧。就你这句话，心里暖洋洋。必须让他们在黑龙江玩舒服、嗯，啥也不好使。在哈尔滨，必须让他满意。对，嗯 ，OK 吧，拜拜，拜拜。